主，我们来到你的跟前，我们很感谢你，我们无论在什么境况底下都可以来到亲近你，因为你就是拯救我们爱我们的主。你让你的说话每一日成为玛拿来到降临，让我们的心得到满足，让我们的灵得到饱足。我们感谢主，愿你的话再一次来到填满我们内心，让我们的心能够得着主你自己，也都让主你得着我们。祈祷奉耶稣基督得胜父的名求，阿们。诗篇十八篇七至十五节：那时大地摇撼震动，群山的根基也都动摇。他们摇撼是因为耶和华发怒，浓烟从他的鼻孔往上升，烈火从他的口中喷出来，连炭也烧着了。他使天下垂，亲自降临，在他的脚下黑云密布。他乘着基路帕飞行，藉着风的翅膀急飞。他以黑暗作他的隐密处，他以浓黑的水气，就是天空的密云，作他四周的帷帐。密云、冰雹和火炭从他面前的光辉经过。耶和华在天上打雷，至高者发出声音，发出冰雹和火炭。他射出箭来，使他们四散，他连连发出闪电，使他们混乱。耶和华斥责一发，你鼻孔的气一出，海底就出现，大地的根基也显露。天上大能的君王，
坐在宝座上的主耶和华，主啊，今日诗人去形容到神你发怒的时候那种的威荣，主啊，地都要震动，山的根基都要摇撼。如果你发怒的时候，你会冒烟，你口中亦都会发火焚烧。主啊，一切不可能的事都因为你的大能而发生。主啊，你可以使到天下垂，你亦都可以使到密云黑云在你脚下。主啊，你就是那个大能和清洁圣义的公义之主。主啊，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不会有你的出现，因为神啊，你就是那个超越一切的主。主啊，你众人都要在你的威荣面前去俯伏敬拜，降卑落嚟。主啊，如果我们的心里面有刚硬，如果心里面仍然有顽梗，我们的心里面仍然有苦涩，敬拜在你的面前，我们都完全的见到至高者你那个威荣，你的大能。主，我们不愿意去激怒神你的发火，你的发怒。主啊，让你的说话今日再一次让我们在你面前降卑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看到神你自己的荣耀，看到你自己的光荣，看到你自己的大能，我们就全心的谦卑落来等候你，等候你的灵去充满我们，等候你的说话再一次听我们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宝贝圣名，阿们。出埃及记十章一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要到法老那里，因为我已经将他的心和臣仆的心都刚硬了，为了要在他们中间显出我的神迹，并且你要将愚昧埃及人的事和我在他们中间显出的神迹，你都要告诉你的子孙听，使到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摩西和亚伦就去到法老那里，对他说，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，你拒绝在我面前谦卑到几时呢？让我的人民出去吧，使他们可以侍奉我。如果你拒绝将我的人民都不给他们出去，看啊，听日我就将蝗虫进入你的境界，蝗虫必遮盖地上，甚至人都不能够见到个地。蝗虫必吃尽在灾难剩下那些，还有没有被兵雹打过那些，就是留给你们那些。他们又会吃尽田间所有你们种的树木，蝗虫必会充满你的宫殿，你所有的臣仆房屋，你所有埃及人的房屋。这是你祖宗和祖宗你的祖宗之前都未试过的，直到今日都未曾见过有这些事。摩西就转身离开法老出了去。法老的臣仆对法老说，这个人在这里啰嗦我们去到几时呢？给他的人民离开啦，给他们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啦，埃及就来毁灭了，你还不知道吗？于是摩西和亚伦又被召回入法老那里，法老就跟他们说，去吧去吧，你们去侍奉你们的耶和华啦，但是要跟谁去啊？摩西回答说，我们要跟我们年少的年老的一起去，我们又要跟我们的儿女一起去，我们又要带我们的羊群和牛群一起去，因为我们必要向耶和华守节。摩西就跟他说，
我俾你哋同埋你哋嘅孩子离开，愿耶和华与你哋同在。但系你哋又要因住啊！你哋之前做咗咁多嘅祸患，唔得唔得唔得，都系唔可以去。只系男嘅就可以去侍奉耶和华啦，因为你哋原本都系咁样要求嘅。于是佢哋就喺法老嘅面前赶咗出去啦。耶和华就对摩西话：你要向埃及地伸手，将嗰啲蝗虫喺埃及地上晒嚟，叫佢哋吃尽晒地上嘅蔬菜，就系受过冰雹击打留翻嗰啲。摩西就向埃及地伸杖，整整一日一夜，耶和华就将东风吹喺个地上，一路去到早晨，东风就将呢啲蝗虫吹起。蝗虫就去到埃及全地，停留咗喺埃及嘅全境，佢哋非常之多，以前都未试过呢啲咁多蝗虫，以后都唔会再见到噶啦。蝗虫遮盖晒整个地方，甚至变咗个天道都变晒黑色。佢哋食尽地上嘅蔬菜、树上嘅所有果子，同埋佢哋俾冰雹打。个留低嗰啲，佢哋全部都食晒。咁样喺埃及全地，无论系树木、田间里边嘅蔬菜，连一啲青嘅都冇留低。于是法老又好急忙，召见摩西同埋阿伦嚟。哎呀，我真系得罪咗耶和华你哋嘅神啦！我得罪咗你哋啦！求你俾我今次原谅我嘅罪啦！你就帮我求耶和华，俾我今次唔使死啦。摩西就离开，即刻去向耶和华求祷告。耶和华就转咗强风大嘅西风，将呢啲蝗虫吹起上嚟，就去晒红海啦。喺埃及全地，连一只蝗虫都冇留低，但系耶和华都系使法老心里刚硬。以致法老都不肯听，又不给以色列人离开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：你要向天举手，使到黑暗来到埃及地，在黑暗都可以摸到见到。摩西向天伸手，幽暗就来到埃及全地三天之久。三天之内，各人都彼此不可以看到，又不可以离开自己的地方，但是所有的以色列人居住的地方全部都有亮光。法老就召见摩西再来说：你们去侍奉耶和华吧，你们的孩子和你们都可以一起去了，但是要将你们的羊群牛群要留下。摩西说：咁样你要俾一啲献祭，我哋做祭品同埋燔祭交俾我哋，俾我哋可以去献祭俾我哋嘅耶和华我哋嘅神。但系我哋嘅牲畜，我要同我哋一齐去，连一只都唔可以留低。我哋要将佢哋拣一啲出嚟，我哋要去侍奉耶和华，因为我哋未去到之前，我哋唔知道用乜嘢嚟侍奉耶和华。但是耶和华都使法老的心刚硬，因此他们都不让他们离开。法老又对摩西说：你出去，你要小心啊，不要再来见我了，因为你下次再见我，你就要死的了。摩西就回答：你说得对，我不会再见你的面的了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：我要再次一次灾难临到埃及，去到法老那里，然后要法老他一定会让你们离开这里。他还让你们离开的时候，还猛地催你们离开这里。现在你跟那些人民说，你叫他们男女都要向自己邻舍索取银器和金器。耶和华他使到人民在埃及人的眼前蒙恩，同时摩西在埃及地，在法老的神仆眼前和人民的眼前
都成为伟大的人物。摩西说，耶和华这样说，大概半夜的时候，我要去到埃及地巡行，在埃及地所有投生的都必要死，就是从坐在王位的法老长子，直到推磨婢女的长子，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都要死，在埃及全地必有最大的哀嚎，这个哀嚎从来都未有试过，以后都不会再有。但是对于所有以色列人，无论是人或者是牲畜，连一只狗都不够胆向他们吠。为了要使你们知道，耶和华是要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，你们所有的神仆那时候都要来到我的面前，跪在那里哀我，叫我快点将我的人民带走，那时候我就走了。于是摩西气愤愤地离开法老出了去。耶和华对法老说，法老不会听你们的话，好像我的神迹在埃及地做了这么多次，摩西和亚伦就在法老面前做了这么多神迹，耶和华都令到法老的心刚硬，所以他们都不会让你们离开他的地方。耶和华在埃及地告诉摩西和亚伦说，你们要在本月为正月，为一年的第一个月，你们要告诉以色列团体的会众说，本月初十，他们各人都要按着附加拿一只羊羔，一家一只，如果一家人太少吃不完一只羊羔，他的家长就要向他的邻居按住他的人数一起用一只。你们要准备羊羔的时候，要按每个人的食量计算，你们的羊羔要全部不爱残疾的，是一岁以内的公羊，你们可以在绵羊或者在山羊那里找。你们要将这些羊羔留到本月十四日，在黄昏的时候，以色列全体会众将这个羊羔宰杀，他们的血要留下一些用来涂上食羊羔的房屋两边的门柱和门楣。当那夜你们食羊羔的肉是要烤的，还有无酵饼和苦菜一起吃，不可以吃生的，又不可以用水煮的，只要是用火来烤的。头、腿、内脏是要一起吃，你们一点都不可以留到明天。如果是要留到明天的，你就用火烧了它。你们吃羊羔的时候，腰间要束上带，脚上要穿上鞋，手中要拿着杖，快快地吃。这些是耶和华的逾越节，因为在那一夜里面走遍埃及地，是埃及地所有投生的，无论是人或者是牲畜，都要杀掉。我要审判埃及一切的臣子，我是耶和华。这些血在你们居住的房屋上面是作你们的记号，我击打埃及地的时候，我一看到这些血就会越过你们，灾难就不会在你们的身上，不会灭绝你们。主，我们今天来到继续去看到这个十灾的时候，特别是讲到最后的几灾，包括了蝗虫的灾，包括了黑夜的灾。
子嘅菜，叫林菜啊。你本系有怜悯，唔听从神你自己嘅心意，所以神你自己要去击杀。你要去敗壞埃及一切的神，因為唯有你是其他的神，你是至尊至荣的神，所以我们要完完全全的降服在你的心里面。神啊，我们或许有时候都马太马太福音二十章一节，耶稣话：因为天国好似一个园丁，园主清晨出去请人去他的葡萄园工作。他和工人协定一天一个银币，然后差遣他们去葡萄园。九点钟左右，他出去看见还有些人站在市集无所事事，就对他们说：你们去葡萄园吧，我会给你们合理的工资。他们就去了。下午和下午三点钟左右，他又出去都是这样做。下午五点钟左右，他出去还发现有一些人站在那里，就问他们：你们为什么成日站在这里呢，无所事事？他们说：因为没有人请我们。原主对他们说：你们都去葡萄园吧。傍晚，葡萄园的主人对工头说：将工人叫来，给他们工钱，从最后来的人开始，直到最先来的人。那些在下午五点左右才雇佣的人来了，
每个人都领取了一个银币。最先雇佣的人都来了，他们以为自己会多领取一些，但是他们每个人都是领取一个银币。他们领取了之后就埋怨原主，说那些最后来的人只做了一个小时，而我们整日劳苦受业，你却使到他们和我们有同等的待遇。原主回答他们其中一个人说，朋友，我没有亏待你，你不是跟我协定好一个银币吗？拿属于你的那份酒吧，我愿意给最后来的人和给你的一样。难道我按住自己的心意用自己的财物都不合宜吗？还是因为我有善心你就眼红吗？这样在后的将要在前，在前的反要在后。耶稣上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在路上私下将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，跟他们说，看啊，我们现在去耶路撒冷，人子要被交在祭司长和律法教师的手里面，他们要定他死罪，将他交给外族人戏弄、鞭打、钉在十字架上，第三日他要复活。那时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和他两个儿子来到耶稣那里跪拜他，求他一件事。耶稣问他，你要些什么呢？他说，请你宣布在你的国里面，我这两个儿子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，一个坐在你的左边。耶稣回答说，你们不知道自己求的是什么，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够喝吗？他们说，能够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我的杯你们确实要喝，但是坐在我的左右并不是我可以赐的，而是我父预备给哪个就赐给哪个。其他十个使徒听见了，就向他们两兄弟生气。于是耶稣叫他们来说，你们知道外族人有领袖统治他们，有大官管辖他们，但在你们中间情况并不是这样。你们中间无论谁愿为大，就要做你们的仆役；无论谁愿为首，就要做你们的仆人。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而是反要服侍人，还要舍去自己的生命做好多人的赎价。亲爱主耶稣，感谢你，因为神啊，你来到我们当中，你去话俾佢听，你嚟唔系要受人服侍，你系去服侍人，甚至去到一个地步，你为我哋舍命。主，我哋感谢你，主啊，感谢你仍然对我哋有好多内心嘅教导。喺我哋无知迷茫嘅时候，神啊，你系用爱心、用怜悯去教导我们，也都是去展示给我们看一个谦卑和服侍人的生命。主啊，如果我们心里面有嫉妒、有增敬，是教公义，是教多的慈爱，教多的供应。主啊，我们要今天清楚知道，一切都是你的恩典，我们无权去质问、去怀疑、去讨价还价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看清楚，我们都是仆人的身份。主啊，也帮助我们
让我们学习主耶稣你那个的委身，你的谦卑和服侍。主耶稣或许我们有时是受到屈辱，羊在昔日的日子为人受尽委屈，但你仍然愿意的谦卑服侍。主要你就学校你的形象，学校你的榜样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一个服侍人的生命。主要你多谢你给我们提醒，我们祈祷仰望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贝圣名，阿们。箴言六篇六至十一节：懒惰人啊，你去看看蚂蚁，察看他们所行的，就可得着智慧。蚂蚁没有元帅，没有官长，亦都没有统治者，尚且在夏天来到预备食物，在收割的时候积聚粮食。懒惰人啊，你要睡到几时呢？你什么时候才睡醒呢？再睡片时，打盹片时，抱着手躺卧片时，你的贫穷就必像强盗来到，你的缺乏就必像拿兵器的人来到。感谢你给我们有箴言的说话，其中今天提到我们要好像蚂蚁，学习蚂蚁的榜样，你都做勤劳作工的人。主，我们在生活上、在工作上、在家庭上，以至教会和亲近神的事上，主，我们愿意做一个勤劳的人，也都是一个有智慧的勤劳的人。我们知道不可能我们要做得完所有事情，但是我们知道什么是重要，什么是次要。神就求你给我们有属灵的智慧，也都是知道怎样安排我们的时间、我们的生活，特别在重要的事上、最重要的事上，就是属灵的事上，我们去勤劳去亲近你，我们也都去为你去作主工，为你来到去侍奉。因为一个是神你在我们心里面首先动了的工作，你给我们经历到这个福音的宝贵，也都乐意有动力的来到去成为其他人的鼓励，将这个救恩来到同人去分享，去为你在各方面去作你的工作。主，将弟兄姊妹这个周末去交上，求你使用我们，无论是做工的、是休息的、处理不同的事上，我们都是勤劳和是与神来到同工。我们这样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们一起来到有个祈祷。亲爱父神啊，你就是那位创天造地的神，那位的主，你是轻慢不登的神。当你动怒的时候，真是大地都要震动，我们都是无法在你面前来到是、可以站立得住。神啊，我们求你用今天的经文呢来到提醒我们，怎样在你面前来到去省察我们自己的内心、我们自己的行为、即是有没有好像法老这样对神的那么干硬的心、来到偏行己路，真是处处来到去做神你不喜悦的事情。神，我们求你来到去赦免、真是赦免我们的无知，赦免我们的自大。神，我们真是求你圣灵也都去提醒我们，去督责我们，去引导我们有一个谦卑和信服的心。多谢神的救恩，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牺牲的爱、用你自己的宝血来到去买赎我们，我们真是不配，我们是白白的得到这个宝贵的救恩、神，我们感谢你的大爱，让我们都是可以在基督里面来到去，真是因为相信你来到同作肢体，来到学习去彼此服侍。神啊，真是、就好像你来到这个世界一样，你不是来到去服侍人、我们多谢你用你自己的爱来到去
建立我哋，嚟到去感动我哋。主，叫我哋同样嘅，都系有一个服侍人嘅心。我哋祈祷咧，你嘅榜样系成为我哋今日嘅提醒，嚟到去殷勤嚟到为主作工。喺我哋唔同嘅岗位上边嚟到去尽忠。神，我哋多谢你今日俾我哋今天一齐嚟到去聆听你嘅话语。愿你的说话来到藏在我们的心里面，带领我们一天。我们献上感恩祈祷，是奉主名求。